面啦！耶、yeah. ！这次见面就特别辛苦小李力哥了，等了很久很久，待会还要让他开一个小时才能到那个酒店。干杯！今天晚上不喝酒，不喝酒。明天我们到那边喝，大酒再哥喝。你那表情。走吧，你看我们还在这条路了，我们到酒店还得很久很久。哎，辛苦力哥了。我不辛苦，你辛苦了。它上面显示双连、很快就到了。450米后靠右行驶，不走高速是慢。即将靠右行驶，往双南大道双流方向。我在说小李好不容易住个酒店了，我们就住两个小时就要走了。不如看看钟点房呢。现在起诉把我这个行李箱整理一下，因为明天行李箱是要托运的，所以要把里面的东西带上飞机的要放出来。现在5:31了，我们收了大包小包，再给力哥打电话，他应该是太累了。打不通。你还记得房号吗？我又记得83级，具体的我真……对呀、他是说83级，但是83级啊，要去前台查一下他的名字，应该都知道。但是一般前台是不给这样查的。是啊，人家不随便给我们查，不能随便来敲错了人家。敲错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机场了，刚刚啊我去托运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好奇心嘉年华西瓜布雷，只要是去九寨的就有这个。走吧，我们要去安检。降落在九寨沟黄龙机场，很荣幸和各位相遇在这条美丽的航线上，你们的每一条灵感和创作让我们更加热情地去享受生活。相逢短暂，相聚美好，真诚祝愿各位拥有一段美好的创作之旅。我今天遇到阿婷了，好久没见了，多久没见了？有一年了吧？有没有一年？记不得，应该有一年。感觉也没有，因为之前是面包，这有一年。有了，上次也是在西藏见的。有。阿婷很辛苦啊，因为她是要转到成都。我们都是没有睡过觉的人，知道吗？我睡了10分钟。这边雨太大了，我本来想用个这个顶着都不行。谢谢啊，辛苦了。你们很早就在这里了哈。对，我们5点钟出门了。5点多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也是5点多。拍到你没事吧？都戴着口罩。辛苦了。从机场出发到酒店。车程是1.5个小时，然后在中途1个小时的时候，我们会经过一个检测站，检测站需要大家下车，出示一下手机上面的那个绿码，就是健康码，在检测站通过那个测温就可以原车返回到这个车上。检测站离酒店就还有10多分钟的路程就到了。我们到酒店都中午了，吃了饭。我们到了，哎呦，一下车。现在下车啊，现在就下车就。谢谢，你好。好，谢谢。热闹啊！我到酒店房间了。这房间给我换了一下啊，现在是一个标间，不知道没换之前是什么房间啊，是这样子的，这里有一个小客厅，然后今天领的是一包这个，看一下里面都有啥。哦，口罩，上面还印有西瓜 logo 的。公司品货，哎，这个12点钟就有饭了。外面是这样子的，
空气是很好啊。我们先找个位置吧。好呀。那就，那里有个位置哈。实在太饿了，还挺热闹的。看月龙嘛，等他待会把菜拿过来再拍一下哈。我实在太饿了，现在看到任何的帅哥美女，不想说话，只想吃东西。男的就叫帅哥，女的就叫美女。绿哥在问我哪里有帅哥。约在贴边，近在眼前。帅哥就在你跟前，还瞅啥？我坐那边吧，他们坐这边吧。嗯，来吧。啊，我看到阿婷了。在这。他可以坐这里。你说。这里也可以坐。坐这吧。嗯。准备吃饭啦！你说对了，你这个叫吃饭啦，我是准备吃肉肉啦。要不然我到这边，让他们到这边。没事，他们坐那边可以的。这筷子在哪里？来看一下，好久没见了。好久没见，真的好久没见。这是得多久了？很久很久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能不能把口罩摘了？我一直拍这里。对，我都忘记这个。哎，热死了。那个半仙呢？半仙呢？半仙，在那边找吃的呢。哎，你们运动相机会不会这样？你看我拍到那种灯光的时候，一直闪。会，因为是 LED 光源，有频闪。哦，这样啊。啊，哎，谢谢。哎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对。给人把饭吃，吃别人的饭，别人无饭可吃。嗯，我今天吃很多菜，吃饱喝足，现在回来了，休息一下。我是这个标间，还好不用跟别人拼床，只是我当时填资料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就睡这个床就这样了。然后睡好了，睡够了，再起来剪视频。现在没有下雨了，感觉这个位置还挺好的。这个视频呢，就是我从昨天晚上从南充出发到成都，然后成都飞九寨沟又到这个酒店，就是一路就蛮匆忙的，也没有给大家拍现场的视频。下一个视频呢，就给大家拍一下这酒店的环境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